这次来成都对成都的印象怎么样？我其实是第一次来成都，然后呢，没想到就也是去吃了那个成都的火锅。那你对成都潮流和景点文化有怎样的了解？描述一下你眼中的成都的景点潮流是什么样的？成都就是各种景点文化，就是说的是就很困难，就是视频就包括今天下午小时逛起来，好，接下来还会有哪些发展谈吐呢？2020年还有两部分，销售2019年的，所以总结一下自己的2019，展望一下自己的2020。我们是在有很大的帮助的，我们都在调整，是的，最近怎么样？